不是 KTV， 不过你想要听真歌，这样都有。这是安南国小特别为学生举办的儿童节活动。这样儿童节的一个活动呢，在我们65周年校庆的时候曾经办过一次。那因为中间呢，我们就停办了几年。那今天想要再一个承办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想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表现的舞台，让孩子来表现自己的才艺，鼓励孩子不只是在学校的课业方面，也希望在个人才艺方面可以表现出来，与大家同欢，然后欢度一个儿童节的气氛。在现场拄到同学唱的歌，小朋友会晓唱，因拢会跟着唱。来安南国小教册超过20年的老师，也捌拄到为着庆祝儿童节，直接从卡拉 OK 搬入学校的活动中心。我来安南国小到现在已经20几年哈，应该算是第一次哈，利用卡拉 OK 帮同学办这个。我们可以发现到我们的学生，他们不管是唱歌还是跳舞，他们都有很不错的才艺。像我们班的欧小玲小朋友，那这个中间我在唱歌，他也帮我伴那个舞。那我们连排练都没有排练，那我想这个是我对学生的程度的肯定。虽然这只是一个学校举办的比赛，不过学生也特别伪装设计，两部都拢练习几礼拜，为家都看出伊的用心。这次我也花了很多时间准备，然后就是每个动作，然后就是把它做好，然后研究到每一个细节。奖金呢，以及奖品呢，是由我们社区热心的人士杨慧义先生呢，他来提供我们这样优渥的奖金。那小朋友呢，最高的奖励可以达到一个现金200元的。这件有四天的连续假期，校方希望透过这场活动，除了让学生展现才艺以外，也鼓励因回去表现给爸爸妈妈欣赏，共同来度过一个欢乐的假期。记者王品采访报道。